为了鼓励学生不要被语言能力所阻碍，勇敢开口说英语，东大体育系开设以户外活动为主的英语户外教学课程，引导学生英语沟通表达能力。而参与的学生表示，一开始很难开口，但跨出去之后觉得没那么困难，未来还会参加类似的活动。为了鼓励学生不要被语言能力所阻碍，勇敢开口说英文，东大体育系开设以户外活动为主题的英文教学课程，引导学生用英文沟通以及表达能力。And we also have some steps to do. First step, we use our words, push our line.这次参与的学生表示，一开始很难开口，但跨出去之后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难。自学说是全英文授课，就觉得心里就有点退缩了一下，因为我的英文就是不是很好。可是后来就是像在说明这堂课程的时候，老师就有讲到说，不用去担心你英文好不好，因为我们就是用很简单口语化去来做这个课程的教学，所以我就决定好，那我就。不要去被这个语言能力所阻碍，你就来试试看。然后来到这里，的确全英文是真的蛮吃力的，但是也在这堂课程中的确是学到很多不一样的。而课程期间，老师们提供对答积分奖励机制，以及每日口语对话，刺激学员学习，希望能够提升户外专业技能外，还能够提升学生的英文沟通能力。记者陈彦如综合报道。